这里，哇，你的跳舞真的是吸引了很多妹妹的目光了。好了，都有准备礼物吗？鬼娃娃也有嘛？好，鬼娃娃向前一步走，来，瑞。站在这边，好，来，近一点，好，来。你脸白到那么尴尬。我觉得你跳舞很帅、啊，嗯，然后我要送你哆啦 A 梦的钥匙圈，希望你带在身边。好、哦、可爱，谢谢。好、啊，现在还不能接受，还有要讲的吗？没了。嗯、啊，谢谢鬼娃娃，敏儿，哎呦，尴尬双人组排前两位。好嘞。你好，我是敏儿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声音沙哑。扣分了，我跟你讲。张柏芝来现场。我很喜欢活泼，就是俏皮男生啊，然后觉得你很有趣啊，可以在我就是难过、忧伤或者是耍忧郁的时候，有像你这样的男生在身边陪我，我想我会越来越活泼的。然后这是我要送你的礼物，是就是。泡澡用的，像你这样跳一整天的舞啊，就是回到家满身大汗啊，就是有一个消除疲劳，然后让身体舒畅的一个方式。然后你可以一边泡一边想我，嗯，就这样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好不好？嗯，因为我也是跳舞的，那就是觉得你还不错，对。其实我喜欢会跳舞的男生，那我送你的是就是那个 Nike 的手环，因为我自己在那个 Nike 专卖店打工，所以你鞋子跳烂了，我记得给我买鞋子。嗯，好，谢谢娃娃。那鸭子，因为我一直都很崇拜会跳舞的男生，然后我觉得你跳舞的时候很可爱，然后我准备了这个巧克力，虽然情人节已经过了，但是希望可以跟你就是一起吃，谢谢。我就觉得你很可爱啊，然后就是跳舞的时候也很帅，然后我准备这个礼物啊，就是因为跳舞的时候常受伤啊，然后你就可以带着它，然后就像每天我陪在你身边一样。你准备该不会是正光金丝膏什么的？你好，我叫某某，嗯，我觉得你长得很像瑞，然后又像费元强，刚好我妈妈也很喜欢。嗯，这样子我妈就不会反对我认识男生。然后我是，我送的是巧克力啊，奥香，我喜欢。Hello， 你好，我觉得你舞跳得很棒，然后可以散发你的魅力。然后给你的礼物是蛮牛，你不要笑啊。就是跳舞人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啊，所以就是蛮牛人希望你的元气能够饱饱，就希望你每次演出能够更棒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送蛮牛，近一点。就是你长得很像瑞娜，可是我不是因为你长得像任选你，因为你有很可爱的笑容，然后本身就是会跳舞的，我基本上就是先加个80分。我今天准备一个是护身符日本的，然后我每天都会带在身上，那就是要准备送你，是你可以每天带在身上，然后很开心过每一天，谢谢。你好，因为我也是学舞的，然后我觉得你刚舞跳得非常棒，然后我也很喜欢为另一半做一些贴心的举动，那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去海滩上一起排字点火。那我送的这礼物是因为我还蛮喜欢看书的，然后这是一个绘本，那书名叫做《我遇见幸福》，那希望你遇见我的开始也就是幸福的开始，谢谢。心里要有一个很难选择，是不是？好浪漫吗？你醉了吗？现在心里是不是很难选择？对啊，怎么办？从来没有这么多女生跟你表白过吗？要哭了。有一点，你自己注意导播特写。没有，哭了啦。没有。你是为什么感动？我觉得，真的，他真的有点感动了。为什么？被欣赏也是一种幸福。掌声鼓励一下。被欣赏也是一种幸福啦，但是只有一位能够胜出，把你们的礼物
斜45度角，讲出，请你跟我做朋友，1、2、3，请你跟我做朋友，不一定哦，到底是哪一位？哎，真的是蛮牛的。好，怎么办？闭眼睛，闭眼睛。到底是哪一位？瞧他们3号帅哥弟，怎么受到妹妹们的爱戴？而他最后究竟会选择哪一位呢？赶快来看看吧。女儿，来来来，出力出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感冒，还可以讲，就是讲话。很费力啊，然后又可以讲出那么让我觉得很心跳的，对啊，你有点想哭的感觉吗？你讲一下现在心里感觉。很不敢相信。为什么会想哭？是哭的点是在哪里？就是难以置信啊，就是。这真的是真情流露，对，因为你刚刚也是很感动，他自己本身也被你的选择感动，手牵着。哦耶！恭喜瑞，恭喜我们的敏儿打败仲学姐，如愿的和我们的 T 组成功哦。小薰会感觉很难过吗？不会，因为每个男子喜欢的类型都不同啊。有没有人要补充的？鬼娃娃。他们很配啊，尴尬的一句话。尴尬，好，等一下还是有机会啦。好，谢谢。那4号，请出列。现在开放了。如果真的想要跟他交往，但是他不计前嫌，你们虽然刚刚没有投他，但是经过了3个打枪之后呢？现在开放有机会，你们还可以重新举手。如果想再次挑战一下的话，佑佑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习惯一个人的话，你就继续下去，这是一个好机会了，好不好？听完他真情告白之后呢，想选他的请举手，起立。跑票嘞，丫头跑票哦，有没有人还想继续的？赶快哦。悠悠，想不想一个人呢？我喜欢5号。好，两个，好，请出列。有跑票了，子欣向前一步走，你给你。就是因为我之前啊，就是有在那个节目中啊，然后。就是有表演过扯铃，但是我扯的不是很好，然后所以就是我也只会3招吧，然后所以希望就是你以后可以教我啊。然后这是那个黑巧克力，然后它是70%是黑巧克力，然后也代表70%我的心意，对，所以希望能跟你做朋友。哎呦。70%的心意啊，请丫头前进一点。可是刚刚看你的表演啊，觉得时间好像都暂停了。真的？然后希望你可以收下我这条迷你的围巾，然后不会觉得窒息，而会想我想的，也会觉得时间暂停。时间暂停这个话，一般只有文情小说看得到。好肉麻的词啊！听完什么感觉？不知道怎么讲。耳朵红了。那种心里多少是被这感动到了哈。